另一方面还要来看的是呢，因为上次罢免的时候，有人说哇，这个投开票所的前面有人按码表，而还有人呢是在很懂法令哦，投开票所的30公尺之外，用这个摄影机拍摄，让来门工立来冲一下门工哦，我要做研究用哎，研究什么？研究你吹出来，我可以刀片还是不刀片吗？不只是一间哦，两间以上投开票所，有人直接用摄影机在拍，人来人往。好，接下来问题来了，1月9号要这个投票，并且要开票了，现在呢，监票人员还是不够的情况之下，会不会有状况？所以我们一直很怕说这监票人员不够，到底会不会有状况，尤其是内监人员他是在里头的，内监人员都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派人的话，会有三个状况产生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假设这个人是冒名去投票，就是说他有替代他的这个亲戚去投票的话，若是这个内监人员给他放水，那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人会重复投票，他只要一个人去收个5张身份证、10张身份证，他就可以投5票、10票，这是不公平，这是犯法的哦。那没有内监人员的话，就没有办法去监督到。再来就是说，在他们在催票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说，一个小时会回报一次的所谓的投票率。那怎么看这个投票率？他去翻那个选举人名册，说到底有谁没有出来投票，那是要回报投票率。若是有心人士去翻，是要翻说谁没有来投票。上面都看得到名册的部分，他还是可以回报说谁还没有来投票，赶快叫他来投票。再来最后一点，就是在开票的时候，万一那个这个计票人员他要是在技术上面故意计错的话，所谓的林静怡一票，然后这个严宽仁一票，那个林静怡一票把它记到严宽仁那边，若是你没有这个很详细去找到这个错误的话，事实上会被他坐票坐走哈，那是我们很担心的一个状况。为什么他们要在30公尺外用摄影机去摄影？就是说他若是没有内监的人，他用外面的人来监控。若是有内监的话，那更方便了。我们只派了104个，有154个投票开锁没有人那是不是我们会担心说外面的人看不到？所以现在处理的最新进度是怎么样？是。有关于这个监票人员不够的状况，所以处理的最新进度。那就是那一次那个李进勇那个下去的话，他还去勉励说这个台中市的选委会没有错，台中市的选委会很辛苦，台中市的选委会一切依法办理。那我们整个议员都傻眼了，被打脸了。我觉得说哈，这个主委他搞错方向了。底下的人跟你讲说我们经费不够，我们没办法再请人啊，我们的这个一切都依法办理。事实上不是经费的问题耶，有两个这个候选人他不派人啊，不派人的部分你就把这一个部分让给我们就好了，不是说让给一静怡而已哦，你可以两个跟严宽仁大家平就是国民两党各派，对啊，因为我们当初是派了200多个人，被打回票，我们不是没有人，我们是有人，而且是上课的部分都可以上课的，这训练都没有问题的。是，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扯了。但是现在就是一切依法，然后就没进度了。是啊，控制的人还是控在那儿啊，所以没有补就对了，没有办法补了。他们说他们的人已经聘好了，这是不对的，可以把它换成我们的人吧。好，来东豪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啦。你就是要面对这样子的状况了，就是你不知道台中市的选委会到底是不是 OK 的。那我也会有点担心，因为从在电视政策会发表会的时候，你看到那个台中市政府找的提问人嘛。就你自己如果再去看一下，你觉得他提问的好不好？有没有刻意的问题啊？但是现在讲这些都来不及。那整个来讲，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其实，就是看严宽最会出什么招。是五代拜托，还是韩国瑜会下去？还是怎么样？那这些东西，在最后。因为礼拜天过完就是倒数计时，真的。那整个来讲，选举走到这个时候，其实就是犯错的少，犯错的少的人赢的几率大。国民党内还有韩流吗？我们今天是大家都蛮冷的，不要怀疑，一定有韩流。哦，讲到这个，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当然不晓得中二选区有多少韩粉。不过对于严家来讲，有一个不一样的，严家我们都知道他是陆军组织票嘛，林里长找得到的票嘛。可是韩粉里面有一些是不属于这个系统的，是，这是很特殊的。那韩粉有没有比2019年小？有，就2020韩国瑜输掉以后，韩粉的规模有没有缩小？有，可是韩粉有没有消失？没有。比如说你在1月2号这个韩国瑜的这个签书会里面。不过那个有点不准在哪里，因为它只有700个位置。你知道如果今天那是700个位置是满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因为一定满的啦。
一月二号他要到大安森林公园，对对啊，就可以看出那个签书会，那个签书会一定爆棚。如果我跟那么我直接那么讲哈，如果韩粉连700个位置都摆不满，嗯，从此以后不用再谈韩国瑜，嗯，啊，因为就没有意义嘛。那你如果那个，因为是刚好700个位置，你如果看到你觉得目视那个人数是十倍以上，是7000，嗯，甚至你觉得有可能破万，韩瑜就回来了，强势华丽回归，是他就在国民党里面还有一席之地，嗯，那就是那个就是还有一席之地。那韩国瑜的从一席之地会不会在整个台湾政坛有还有一股旋风？嗯、是，那我们打个比喻，签书会啊。嗯、就像你把瓦斯打开点火烧开水、嗯、有多少人是700个人跟7000个人表示水的温度不一样、嗯、如果你看到的是上万那就是开水滚了如果上万到底会不会选六都、嗯、还是绝不守选六都直接问鼎总统搞不好 把人家党主席给逼退也有可能、啊、所以弄个党主席六都就先不要對、那個、如果他是上万人的那个签书会的话、嗯、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哈、嗯、他是任何可能都有啊他就是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啊是。